次来访问，你们访问我来翻一下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对，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对，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来，从徐先生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徐宗志，这是我的女儿玄玄。我们今天为天津县上送的庆生美食是四川省乐山的牛花麻辣烫。好，在四川要说小吃第一棒，当属四川乐山牛花麻辣烫。一根竹签穿起麻辣川味，一档天天向上穿起天南地北。好，这词儿整得好。好，一根竹签半头尖，还有披红挂绿织成天。哎呦喂，五彩盘里游三天，哎，偶遇知己在天天。你看，偶遇知己在天天。哦，很好。来，王栋，绝句啊！大家好，我叫王栋，我身边的是我老婆，叫毛慧。我给天天向上带来的庆生礼物是徐州烧烤。大家对徐州有三不知，不知徐州是地。抖音。